百分百随堂考的时间，这星期我们费尽心思邀请来的参赛阵容绝对会吓疯大家。首先第一位就是气质女星张钧甯。还好，因为我妈妈是作家，然后她常常看我的文章都会骂我，然后说你怎么这样写的啊？然后我什么事字不会写，她就说哎，这个还要问。第二位是超级实力派唱将杨宗纬。其实我不瞒各位讲，其实我是非常少看书的，我家的书只有一种叫做字典，所以我每天都在翻字典这样子。哇，每天都翻字典的宗纬，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啊！而最后一位就是最近创下亿万票房的电影男主角温升豪。我不知道现在好久没写字了，现在大概我想不是说用电脑的关系，是大部分时间几乎没有在写字了，好像可能忘记，不过试试看。而我们这次的题目有隔靴搔痒的搔，锱铢必较的锱，另起炉灶的灶，衣冠禽兽的禽，花团锦簇的簇。接着就是紧张刺激的下赌注时间啦，高材生张钧甯的及格分数是80分哦。没有及格，你请我吃饭。没有及格，我们要原味的张钧甯牛仔裤。原味的意思是？就这一条。这一条哦，哎、欸、吗？这条很好看，我舍不得给你，给别条好不好？但是要张钧甯穿过的。好啦。可以哦。好啊。好，如果没有马上就要唱歌，然后再加。一边扶定你身，一边扶定你身，一边唱歌，那只能唱军歌，那可以。那我以前是计策班，我带部队的 ，OK， 这 OK。而杨宗纬没有满分的话，要献出什么惩罚呢？真的，如果没有满分的话，我可以跟温升豪拍写真集给大家。这惩罚虽然很吸引人，但是我们需要现场可以马上执行的啦。跟发型师磨鼻子 OK 吧 ？OK， 好。接下来就先来看看大家的作答情形。第一题，隔靴搔痒的搔，应该是这样吧。上面好像也不确定，上面那个。哇，这基本我们草字，哎，还是等一下啊，跟旁边可以先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没错啊，应该我不管了啦。好怕哦，隔靴。应该是这个骚啦，锱铢必较，这个也 OK 啊。哇，真的糟糕了，有信心吗？这个字没有啊，我现在看都觉得他们长得不像他们。锱铢必较，锱应该锱也是，我记得没错是这个。第三题，另起炉灶的灶，火烧土，为什么要灶要这样子呢？因为你火把那个土烧起来。就会形成一个灶，对，灶神的灶，另起炉灶有关系吧？另起炉灶，灶啊，我觉得一定跟火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一个火，三个口，有三个口吗？等一下，品啦，品，然后再一个木，是吗？不太像啊，不是，有这个，等一下有这个，这个，旁边是一个上，是不是？有这个字吗？不是上，是上吗？不是上啊，谢谢旁边，是一个土吧？是不是？土有像有像，好，一个火再一个土有像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 A B C，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。你不是 A B C， 再讲一次。我不是 A B C， 所以你可以得几分？我可以得几分？如果是你，如果是我吗？我会零分，我跟你说。那你不是 A B C， 为什么会得零分？中文也说不定不会零分啦、啊。应该是这个字吧？灶陶嘛，衣冠禽兽这个就啊，这个这才、個、哇，好久没写。等一下，这个最简单的。哦、我写吵一点好不好？不行啦，要不可以作弊。这样吧，我们要讲衣冠禽兽，为什么要用这个禽呢？这是有典故的。哇！这典故怎么来，你知道吗？肯定要查一下字典。都没有遇过禽兽，对不对？所以都不会写这个字。在感情上都没遇过吗？那这字是不是怪怪的？那字是不是怪怪？快点救我！有人可以救我？这字是有没有怪怪的？太怪，这样可以吧？有没有怪怪的就好。有一点怪，我跟你小偷了，有一点怪。有一点怪，等一下哦。看你这样子没错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是，这样一定对。然后这样子，这个我就不能再偷了。等一下哦。感觉你好遇过禽兽吗？没有，没有遇过禽兽，所以我也写禽兽。等一下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想出来。
最后一题，花团锦簇的簇。这个字呢，其实也是上面一个竹，下面其实也是一个竹。花团锦簇的簇是不是这样写？是不是你救我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这是个竹，是不是？注音就在这里。没有，我说你下面写的是、哦。对对对，还是你可以写写看嘛？你要试试看。可不可以救到？我觉得是吧？是吗？我相信你。那这个是对的吧？是是的、啊，是对的。大家终于作答完成，接下来就要公布正确解答喽。第一题，隔靴搔痒的搔、啊，是不是有点怪？有点怪哦，是是我这个我跟各位解释一下，这是古文哦。我们以前写书法的时候，这是古文。我们现在没有考古文。啊、对了。哦，对不对？啊、对啦对啦，不真看得懂啊？对。那这扣五分就好。扣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搔。应该是用手烧啊，不是用马烧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来，我一定要从这边开始翻吗？一定要。哈？那如果部首不太一样，可以？是没办法改啦。哎呀！哎，少几点？少一点。可恶。我帮他加一点，帮他加一点，帮他加一点。所以妈妈 ，I'm sorry。第二题，锱铢必较的锱。好怕哦，真的好怕哦。哎呀，副手对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上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好厉害哦。哎嘿。答对了，鼓掌。妈，没什么。耶、yeah, ，恭喜你答对了。耶、yeah. ，另起炉灶。Yes。这题我救了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灶，对啊，是这个灶。厉害。炉灶的灶应该对啊，因为这个典故就是你要用火烧土啊。如果不是这个灶的话，我会觉得这个有一点问题。哎、欸、哎。欸接着是衣冠禽兽的禽，禽，禽是不是也有点怪怪，少了点什么？对啊，这那再扣。真的，太久没写字了，真的都写草字习惯，处，处对。耶！哎呀，我百分耶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有点，有点不知道在该说什么的感觉。成绩揭晓，杨宗纬得到满分，张钧甯得到80分，而温升豪则得到60分。温升豪虽然都指错小地方，很可惜，但随堂考就是一个公正的单元，愿赌就要服输，所以温升豪即将展现强健体魄和美妙歌声，大家千万别错过。杨宗纬得到满分，实在太开心了，一定要发表一下满分感言。很感谢，就是这个感觉真的比拿到什么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还要，这真的要彻底感谢，我的师长，然后我的父母亲，然后也要谢谢哥姐对我的栽培，所以。我真的太开心了！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化身即兴歌王来献唱一曲。我的外号叫杨帝，你们知道有没有雷？张帝有吗？好，要唱什么歌啊？隔靴搔痒，锱铢必较，另起炉灶，衣冠禽兽，花团。进出真的对不对谢谢接着是张钧甯获得宣传机会他和 Nick 穿着所代言的牛仔裤挑战 M 字腿展现美好的身体曲线哇这男生的裤子重点 M 字腿 M 字腿等一下 M 字腿可以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好不好我要好，这么这很好穿，那很好穿。男生如果喜欢这样的时候，就是非常非常。女生如果喜欢这样的时候，就可以。你知道吗？哇，两人的 M 字腿实在太可爱了。不过大家应该还是很期待温升豪的惩罚吧？不啰嗦，赶快来执行。龙腾虎跃山河动，开始了。喂，龙腾虎跃山河动。我这也怎么唱啊？退伍太久了。什么？才唱了一句就不会唱了？那换首流行歌吧。
我愿意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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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剥开我的心。好 man 哦！就这样就这样，我不会唱。巴拉采访组采访报道。